我不是小凯老师哦。对，反正就是上个世代的人。I know。纹路有比较不明显。好水哦。皮肤有一种喝饱水更透亮的感觉。不到2000块。怎么可能？欢迎回来，凯问小妹妹，大家好，我是 Kevin。现在放下手边所有的东西，拿起一面镜子照你的脸。不管你几岁，只要出现了纹路，打妹。明明昨天睡得很饱，但是脸却看起来好累哦。你的脸充满了疲态感，有一种垮脸 feel。这一切都因为你的皮肤可能有老化的现象了。以前我们都说28岁你可能会出现第一道老化的痕迹，现在已经下降到25岁了。可是怎么办呢？要用抗老的产品吗？总觉得抗老的产品是妈妈在用的，而且呢，都觉得他们好油好腻好黏。怎么办？我告诉你，我前阵子啊，收到了这2个红色的宝贝，那质地啊超轻，我讲再多都没有用。我今天就来到台北非常有名的一间早午餐店，叫做韶日。我要直接来听听年轻女孩们的声音，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很清爽？跟着我一起来韶日吧。我把刚才那2瓶给包起来了，我现在要听听大家真正的心声。你们好，我可以打扰一下吗？美女你好。一个人哦？ 对，请问你们认识我吗？YouTube 频道，我不是小凯老师哦，是吧？我也不是牛人老师哦，我是谁？小啊，他一直以为我是小凯老师哎，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好，我是从以前就有看电视，真的哦。对，你几岁？23。上礼拜去日本，我其实有在那个唐吉诃德看到广告，台湾之光。我现在24、25、26、20。哎呦喂！哎，我这里一桌是我女儿哎，我今年54岁。哎，他真的吓傻哎！20岁我完全可以理解，就是说他搞不清楚凯文老师跟小凯老师是谁，反正就是上个世代的人。I know。也会开始担心老化问题，没有那么蓬那么弹，没化妆看起来很累，脸会特别暗的感觉，细纹啊，或是晒斑，眼睛会泡泡的，干到就是化妆很容易浮粉。我现在在巴黎，但是我回台湾放暑假，就是台湾太湿了，很闷热，然后我这整个起疹子过敏。那你会试着要买抗老的产品吗？已经会，因为就觉得不能走下坡啊，刚出社会。还没有存到那么多钱，好像很必要，但是又舍不得花。你对于你现在所用的抗老产品满意吗？质地稍微还是有点重，所以会比较闷。太闷了，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黏黏的感觉。妹妹，你保养品能够接受的价位？差不多2000。那不错啊，那怎么会这么干呢？因为我早就没有用了。要用的话，是希望找到比较清爽的类型。我现在想要让你试一个产品，这2罐呢，有一瓶是水，有一瓶是乳，我让你们试试看，它能够解决你整个脸细纹的困扰，保湿但不是油润的那一种，清爽但是又有保湿的感觉，香味很高雅，白花的香气。对，它吸收很快，有些水就是擦完之后就感觉水蒸发了，什么都没来过，感觉皮肤是润润的，好像刚敷完脸的皮肤哎，它香气不会很冲，就是好像蛮好吸收的。接下来这瓶乳你试试看，好水哦，就是整个很顺，然后很滑，很好推，跟另外一只手差超多的，纹路有比较不明显，是有点亮亮的，对不对？对，它完全吸收，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保湿的成分，然后植物的萃取，再加上多重的生态。接下来你们把它轻轻的拍10秒钟，它是感觉完全吸进去哎，这2瓶还蛮清爽，然后又很快速吸收，也不会说很厚重。这2瓶你愿意花多少钱来买？这样一组。应该要1800块吧。来，我要揭晓谜底。这个牌子2瓶不到2000块。怎么可能？好累。我等一下就要去买。我觉得超适合我的。觉得超适合你的。对，因为很清爽。果然 ，Olay 的这2瓶大红水跟大红乳，所有的人都对它一致好评。到底里面有些什么样神奇的东西？还有它有多厉害？我们派出了本公司最年轻的小编，我跟你讲，轻抗老一定要从年轻开始，就要好好的做。我们来看14天，他的脸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佩颖她的肤质哦，虽然说整体的肤质不错，但佩颖的那个眼睛下面，因为干燥所形成的局部的肤色的暗沉，眼下的那个纹，也是现在很多年轻女生，甚至于大学女生就会有的。所以呢，我们让佩颖连续使用14天 Olay 的大红瓶精华水，还有大红瓶的精华乳，我们来看看年轻的佩颖她的皮肤的数据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她在测试的时候，眼尾的细纹变淡的感觉，然后整体的皮肤。的纹理，也就表示可能缺水型或者是疲累型所造成的这种纹理呢，也变得更少了，整个皮肤看起来就变更细致更平滑，皮肤有一种喝饱水然后更透亮的感觉了。为什么 Olay 的这2瓶大红瓶的精华水还有乳能够这么厉害呢？ Olay 这个品牌呢，一直钻研在皮肤的科研的这个技术上面，他们是最早将生态这个成分引入到保养品当中，而且让我们取得
非常的方便，他们也是非常努力的把不同的复合的生态放到保养品当中来改变我们的皮肤。生态其实就是小分子的蛋白质，那生态它有什么作用呢？我跟你讲，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皮肤达到抚平皱纹，然后呢紧致我们的脸的轮廓，或者是呢收紧你的毛孔，然后呢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提升肌肤的屏障，甚至于有些生态它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来对抗或者是呢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所以生态在抗老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针对人类老化的研究，从25岁之后呢，你的胶原蛋白就会开始往下掉。胶原蛋白的流失意味着是什么？老化的现象。在欧蕾的大红瓶的精华水和乳呢，这两瓶里面它们有共同的四重补水的成分，它能够帮助我们把保湿力提升30%。这四重的补水成分当中有玻尿酸、泛醇、多元醇，还有尿囊素，在皮肤里面聚合了这些保湿成分之后，它还可以帮助我们把细胞打开快速的这个通道，让后续精华乳的吸收能够更好进入到皮肤的底层，然后在外面又形成了一个水的保护膜，避免水分流失，锁住所有的水分。此外呢，在精华水里面它还添加了黄金五生态，他们在 Olay 的肌肤科学研究室里面找到了一个合成的黄金生态的复合物，比起普通的五生态它有更好的渗透效果，在促进胶原蛋白淡化细纹，改善我们的皮肤状况，效果也大幅提升哦。此外呢，在大红瓶的精华乳里面呢，我们透过了全新的配方，精华级的四重的生态，它有五肽、二肽、六肽，还有肌肽，一共有四种的精华级的生态，它可以帮助我们直达到肌底，促进胶原蛋白之外呢，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弹、更润、更紧，尤其针对初老的，不管发现在哪里的第一道纹路，比如说眼下、眼尾、法令或者是嘴角，这些都能够帮我们有效的解决。那个时候我说一拿到手的时候，真的让我很惊艳的是，当这个水在你的皮肤吸收了之后，你会觉得你那个皮肤啊好像敷完脸的感受，很清爽，但是皮肤却变得软软的、嫩嫩的，它跟一般只用过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瓶水真的能够直接打脸那些所谓的化妆水无用论的那一群人哦，我真的感受到就是那个皮肤很舒服、很轻、很软的那种感觉。再接着呢，这个乳真的让我吓坏了，它这乳一推开来，你觉得水全部从里面爆出来，它有点像那种水凝乳的质地，然后慢慢的你会觉得那种很营养的成分就在你的皮肤里面被吸收、被划开、被吸收、被划开，按贴一下，你在推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有一点点淡淡的乳状的质地，来保护柔软我们的皮肤，可是它会很快的被吸收，然后吸收完之后你会发现啊，我刚才擦的是乳吗？一点都没有泛油光哎，即使在夏天，即使你是油性的皮肤，你在用这瓶的时候，你会完全摆脱那种对于所谓抗老产品一定要又黏又油又稠的那种感觉，它就是那种轻盈清爽，你看，一吹就掉了，完全没有残留任何多余的。该给你皮肤的全部进去了，而且他们通过了 SGS 的检测，即使是眼睛下面这些比较细致、比较靠近眼睛的地方，你都可以用，不用担心。平常呢，我真的建议就是他们水跟乳做好搭配。我刚才说了，他们的结构当中呢，都做了承先启后，前面的水会带后面的乳的成分进去，所以如果你叠加的效果，我觉得会比起单用或者是混合其他的品牌来的效率会更好。此外，平常你在用的时候，你在用完水跟乳，如果觉得自己某些地方的干纹比较明显，或者是呢瑕疵比较明显的地方，你可以再把乳做局部的按摩，譬如说眼睛下面的这些干纹再做局部的按摩。另外，这一瓶乳在做妆前保湿超好用的，省了很多的功夫，你的底妆会变得更服帖。而且啊，我收到消息说这两瓶居然组合价格不到2000块，这是太划算了。针对所有的小资女，或者是25+，甚至于20+，对你们来讲不但质地没有负担，价格也没有负担。30岁以下的女生，你有很多的老化可能是假性的老化，或者是你只是生活作息
或者是皮肤的保湿，或者是你的饮食的习惯、压力、环境所形成的，我们及早透过有效的成分，不给自己皮肤的负担，来做一个有效的轻抗老的保养。当然，一定要搭配上我常常都跟大家讲的，要抗老的黄金三角。你除了要做好保养之外，你在饮食、在生活，甚至于运动上面呢，都要做均衡的配合。记得好好的保养你的脸、你的皮肤，在每一个你爱自己当下，会跟你说谢谢。记得喜欢我的影片，千万不要忘了要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设定，全部提醒哦。让我们一起把老击败。下次影片见，拜。那我请问你们有追我的 Instagram 吗？我看一下。追我的 Instagram， 每个人送你们。真假？好不好？在这边拉生意，我真的变成直销，直销先生，像你这样飞行或者是生活作息不是很 Kevin 老师。一追踪。